生呢。那不用介绍啊，大家懂了啦。啊，飞舞。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我们的 MV 耶！对，这个 MV tour 我们三年了、啊，三年真的是三年。写这首歌给我们的朋友啊，都从没有孩子变有两个孩子了。真的？对啊，真的。我再来把 MV 完成也对不起他了。然后呢，这个 MV 为什么会想要做 MV reaction 呢？是因为我完完全全还没有看过这整部 MV。对，只有我看过吧，我跟阿迪都看过吧。但我有参与，大概知道会拍出怎样的东西吧，我还没有看过整个 floor 的感觉。在我们开始看之前呢、哦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个 MV 其实大家不要 expectation 太高。呀呀，它是一个很，我觉得我把它拍成像纪录片这样吧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是刚刚讲，我不想要那么太 MV 的 MV。对，我不想要演的东西，所以里面的画面哦，就是很自然，然后就是当下想要什么做什么样子。很真，真的很真，所以我不会把它想成像这种韩国 MV 啊，不是那种啊，就是真的很自然、啊。就不像特地 set 灯啊，打到美美啊，啊特地讲好。做什么啊？做美美啊？对对对，没有错。然后呢，今天强的来了，更爽的来了，就是呢，我们全新的 MV 要打给全新的电视机，就是这个全新的 Samsung 75寸 Neo QLED QM85C 系列。哇，是在这记得名字啊？有点难，但是我尽力了。这款电视机超薄的，比我小拇指一节还要小。它的 TV 呢还有 Vivid Color 跟 Impressive Contrast， 就是可以更还原真实的颜色。这个扫把呢就是 Samsung Q800C 系列 Dolby Atmos 的音响，就会让你呈现在多维设定里，随时都可以在家看电影的感觉。可以开始了吧？有没有紧张？有没有像考试？我都看过了，不会啊，越放我前那边放你前啊。也是的，我不紧张。我现在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是 4K 的。哦，就是会不会看得太清楚呢？对，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很落魄。对，我们那边请化妆师了，我们都记化妆。而且什么下雨啊，晒太擦太阳啊。啊，对，反正当下就是很自然啦、啊，很多问题啦、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看吧。紧张吗？会啦，会紧张。会见这个 MV 其实讲到很简单，那么拍了4天5天了、啊，里面的场景哦，全部都是我跟苏珊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既然可能大家觉得那个场景为什么这样丑，我们选来拍，是因为我们真的在那边待过，所以我们才选那场景来做一个回忆。这样，别太多话聊，我现在很紧张，紧张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来 ，3, 2, 1 ，Let's go。哎，讲真的，拍立得这些手写的字和书生，我们当下写，把都是。那时候的那个 feel， 对对，真的是我们对。书生写给我们的信，我要插下去。等一下，那个纸哦，我说去年，哎，去年是半年了。你放太大了，你太我会放大的。哎，真的很什么，那些字哦，全部书生写。以前我们中学这样拍拖啊，写字条啊，烦呢。可以接受吗？真的很烦，来哦，继续。怎么？哎呦，看一下，蛮不错的嘛。哇！等一下，怎么？你的头发？我的头发那么鲜艳，很鲜艳呢。哇，你看，你的头发颜色。Yeah. 哇！这个 MV 里的现在都还是咔咔咔的停停停，看来看不完，是不是讨厌哦这种人？你这也漂亮啊！谢谢阿凡呢？怎么？他帮我美肤哎！应该有吧？有、哦。看得出啊，这有美肤，阿凡。没有他的 filter 问题 ，steady 吧。他前面没有美肤，他的 filter。哇，这个很可怕，你知道吗 ？4K， 我觉得很可怕嘞。可怕！哎哎哎，嘿，近视，坐回来，怎么？怎么？你的鱼尾纹呢？我这鱼尾纹啊，早就有哎喂。全部都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的画面，我们真的回到台湾去拍。啊！因为我们中学进不去，所以我们就在我们中学面拍，很可怜哦，很可怜，借中学进不去拍啊，蛮可惜的。哇！哎、我喜欢的。那个骑脚车会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好漂亮啊！颜色我们都把它变得比较那种。呀！我们还要把以前的我们去拍的画面放下去。哇，丑！哎，给呢？对，
拍不太好是吧？为什么就放我丑的东西的？后面有个丑啊。哦哦，这个，哎，这真的是哇，照拍得很好哎。这个咖啡真的是我们拍拖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比较。对，这个咖啡哦，是以前我们拍拖就是暧昧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很喜欢那边的巧克力，所以我们每次读书啊、温习功课都在那边。没想到还没倒，就吓到我一下。哦。因为它只有巧克力，好不好？你是什么？真的很可怕。你自己的样子，你耳眼膜是？哎，那个眼纹超明显的。你看，Oh my god！ 来拍眼纹，去拍眼纹。就拍眼睛，看出来眼睛跟眼睛。喂，我讲真的，我要为了这种 4K 的电视机哦，我要好好保养一下。好可怕、哦。淘汰吧，没有救了。很明显呢。你觉得还是 OK， 没办法。哇塞！咦，那全部输了三千画面。啊！哇哇！等一下，太大个了，吓到我。对不对？你中知道吗？是可以的。不可以，因为妹妹。哎，很厉害耶！阿爸，我生气的画面都接，下一秒是我比你中的。啊，我们最爱吃的鸡排，我们最爱吃的士林夜市，我们都把它拍进去了。哎，那天我们有前面偷看的，我在里面想看画面。哎，那天我们超幸运的哎。所以我们玩什么更得是赢。我眼睛和纹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的脸那么臭吗？因为我不喜欢吃冰糖葫芦，他吃而已，他要我吃好的，我死都不要。所以我们的 MV 就是真的很真实的，就是。对，我们就跟摄影师讲哦，啊，你照拍的时候，我们尾部我们会做什么？ Yeah, 我不会因为你这个 MV 呢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跟现实不符合这样的东西，但都是跟现实符合。我要学，我们大学真的很漂亮。哇，有一笔，哎，这个 MV 我完蛋啊、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，凡飞。这个 surprise。哦，ending 啊 ，ending 还有 ending。怎么嘞 ？ending 比较好玩一点。怎么嘞？又有旧画面出来。听声音，很真实哦，很真实哦。那个脸油到这样子，这个 MV 基本上就是把苏珊生气的画面放出来了。各位，这个 ending 画面是绝了，我学的画面，你看苏珊皮肤，喂，看得到吗？毛孔都有，那个油啊。记得我们好像是回去啊，我觉得很累啊，那时候在船上，帮我过滤一下。我最真实的放出来，以前排副掉下来用在现在 MV 上面，这才是真正的 MV。哇，现在的人不简单哎，要为了 4K 的电视机而活哎，我要好好努力一下，我要照顾一下我的皮。所以看到这个 MV 有什么感想吗？喂，老实讲，这个 MV 啊，其实我们是拍 8K， 只是因为这个到 4K 嘛。所以其实更清楚。我不敢想象 8K， 好可怕！哎呀，为什么都是我？因为这个 MV 算是我导嘛，所以是我的视角去看这个故事。我下次也要做一个 MV 在我的频道上。我真的觉得，把你全部的这傻东西、生气的东西，我觉得我最幸福的事情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你生气我都录下来。现在，所以我就可以用在这个 MV 上面。现在你没有啊？原来现在你没生气。没有啊，不是啊，现在你都不爱拍我啊。现在你没有生气，脾气变得好了啦。现在是。不把那时间花在我身上了啊！脾气变好了，讨厌，爽了爽，越变好骗你们了，不好笑。哎，所以你要跟观众讲这个 MV， 那 MV 很棒啊！然后大家，我已经改过自新了，但你还把它放出来，大家又以为我是这样的了，你看。
很真实哦。跟大家讲为什么会用这个 size？ 哦，这个 size 算是43 size 啊，蛮、就是、特别的嘞。外国有人用，但是马来西亚好像比较少人用。很 Q 哎。然后这个摄影师阿凡跟我聊的时候，我讲哎，好像可以玩这个 format， 我们去玩看看喽。因为木匠跟你们讲啊，其实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啦，或者一般人觉得可能是一个从长啊变一个方形箱包，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一样的。我们主要是走要可爱哈。对啊，就记录生活的一个 MV。这首歌终于完成了3年了。你上一次录音有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首歌，就是不想吵架，就是非常符合我们。哦，这首歌其实算是那个朋友随便写出来的，然后觉得好像很适合我们，就给我们发现。超级适合这首歌，不是为我们而写，可是感觉就是我们的歌。超级。然后他就讲啊，这个歌送给你们哦。而且每一段的都是在讲我们。就好像雅虎去那个 supermarket 啊，你买那个东西是不是 plastic 这样顺便送给你啊，就要丢给我们了。那我们拖了3年才做，个人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。他就是记录这样一个 MV 啦。但是纪录片，很好。以前拍的影片都拍上用场，我觉得算是值得了。大家要把这个歌听100遍，对，我觉得蛮好听的嘞。为什么好听？因为我用三声扫把，是不是？主要是在讲，这首歌是很好听，歌好听，就是、有他的歌声要好，不然以为他的歌声不太好听。好了，我清唱一下，想要到处去玩耍，还是你啊？爱情到哥伦比亚，这首歌真的好难唱哦，蛮高的，修不多，但是我唱了很多次，应该唱很多次才中一次吧，其他都是破音的。也是谢谢燕辉老师，也是谢谢燕辉老师帮我们录音的，帮我们调很多。我不想，OK 看，把这机会可能用在下次表演还是怎么样？哇，还想要出去表演啊，朋友啦！哦，我是可以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可以啊。如果情歌大家可以接受地主，我是没问题的。我可以啊。啊，你不可以。Baby。好了， okay. 我们这个 MV reaction 大概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520的 MV。Yeah， 大家记得帮我们听歌100遍，然后多多留言，然后share出去。